这就是你的兴趣爱好啊？对啊，我的兴趣爱好就是健身，积极、阳光、正能量。健身不应该去健身房吗？这都是小朋友玩的地方，我玩了。嗯，谁跟你说这是小朋友玩的地方啊？你看，这是老少皆宜的活动。还是说你这个老胳膊老腿蹦不动了呀？我老胳膊老腿？嗯，你在激我是吗？玩就玩，谁怕谁呀、啊？